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首先好多谢我女朋友啦、家人啦，同埋同道嘅咁多手足俾我嘅支持啦，等我一路可以见到希望。因为我知道即係我唔喺岗位嘅期间啦，即係知道大家一路嘅支持啦，喺出面你哋做嘅嘢其实我都约略知道嘅。而我喺呢段期间亦知道有好多嘅年轻人啦，佢直接自杀结束咗自己生命。佢哋每一条命都係俾呢个政府所逼死嘅。但係我想同一啲见唔到希望嘅人讲，你记住喺最前线有人去为你挡住呢一个嘅情况，喺后方我哋推动紧呢个革命，呢个革命系会成功嘅。喺成功之前，我哋唔好放弃梦想。我哋一齐做紧嘅，我哋做紧革命嘅人系创造紧希望。你继续保留你嘅生命，你就有无限嘅可能。你受到嘅打压攻击，令到你觉得好痛苦，你记住。这个不是应该令你结束生命的理由，你应该保留你的生命，至少见到他们付出代价。而我想说，我明白到香港里面绝望的这个感受，因为不知在监狱里面，整个香港原本就是一个拘禁人的精神的一个大监狱，真正的監房只不過是加上了肉體拘禁和對人權進一步的剝削，而他達到的目的就是為了去侮辱我們，為了指責我們，說我們犯錯。但事實上他侮辱的是我們每一個人，因為他是想踐踏我們的革命意志，由於革命意志他沒辦法觸及，他就為了去打壓革命意志的時候，他攻擊我們每一個個體，侮辱我們每一個人，去達到呢一，所以記住喺我哋每一個個體身上受到嘅侮辱，實際上就係侮辱緊我哋所有嘅人，侮辱緊我哋革命嘅全部意志。大年初一係革命，雨傘革命都係革命。雖然雨傘革命佢好自亂，而且因為交化而最後失敗，但係我哋見到無論喺前線定係喺法庭上面，政府都冇停過咁去打壓我哋，就足以見到佢係畏懼我哋，因為佢怕我哋成功。所以就算我嘅判詞佢同我講話阻嚇，但事實上邊個先至係做緊阻嚇嘅作用啊？係我哋出嚟做革命啊嘛，呢個政府會驚啊嘛。而實際上我哋係冇退路啊，點解我哋冇退路啊？你見到我哋香港嘅環境，見到咁多人俾人逼死，就知道我哋冇退路。但係我哋好捱得，無論胡椒噴霧、警棍，我哋捱得，司法程序我捱得。就連受罰我都捱得，告訴你的這個香港政府，你還有什麼可以對付我們啊？而我們這個革命，我們做的是革命，所以我們不是社運人士，我們不會受到阻嚇，我們是革命分子，我們在很希望的環境當中去尋求突破，創造希望。這個革命的火種不會因為被人放進去監獄裡面就結果而熄滅，我們是會將這些革命火種延伸到去更加多的地方，這些連政府都會懼怕的地方，政府打壓我們，我們會還拖，甚至乎有議事倒下，我們是前仆後繼的去繼續頂上。最後記住，在雨傘革命裡面的大小事件，受傷被捕的義士，在豪衝案裡面受緊冤獄仍然在囚的義士，年初一为我们付出的义士，还有占旺的官司而自杀的，还有学子的血债，每一条血债我们都要这个政府去偿还，我们追讨的方式就只可以诉诸革命。所以记住，我们立会需要赢，我们要改变这个议事的规则，改变这个政制的规则，我们香港的主权需要确立，我們華夏的文化需要復興，就是為了我們的社會繼續見到希望。我們不只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，我們要香港獨立，文化建國。